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服务业管理教学课程，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休闲事业经营系严昌华教授。在上一讲次我们介绍了体验行销，这一讲次我们将介绍第十一章顾客关系管理。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邓老师担任本讲次的来宾。邓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休闲系邓老师，今天很高兴来参与服务业管理的教学课程。在课程一开始之前，邓老师曾经在航空业服务过，配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叫顾客关系管理，想请教邓老师，在航空业呢比较常采用的顾客关系管理的方式呢大概有哪些呢？是，相信呢各位同学可能曾经听过里程酬宾计划，其实呢这个就是航空公司呢在所谓的一个服务业的一个管理上运用的一个顾客关系管理的一种方案。那我们会吸纳很多旅客呢能够加入航空公司的一个会员制度，那这个会员制度呢让客人呢他们在所谓的搭乘的一个整个里程数来讲，他可以从所谓的基本的一个会员提升为金卡会员，再提升为所谓白金卡会员。是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里程的累积呢，他们可以兑换很多不管是航空公司的商品，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顾客关系管理的方式，那相对的呢我们也能够取得顾客的一个忠诚度。是的，所以透过累积里程的这样的概念，就是与我们的顾客呢维系一个长久的良好的顾客关系。是，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同学分享的今天的内容。第一个呢是我们谈论关系行销，那第二个部分呢是顾客关系价值，第三是顾客关系连结，以及第四个部分是顾客关系的利益。首先呢我们就来介绍顾客关系管理的一些内容。那顾客关系管理呢它其实主要的目标呢是在帮助我们企业找到有价值的这种顾客，那与我们的顾客呢来建立一个很好的一种长期关系，并且有效的管理我们的顾客关系，发展顾客的忠诚度，来达到我们企业的获利的目标。那因为顾客关系管理呢它的概念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行销学所学到的所谓的关系行销，它注重呢是在如何留住顾客，获得顾客的终身价值，以达到企业的永续经营目的。因此呢我们就必须要去针对呢有关顾客关系管理相关的一些内涵呢来进行说明。首先我们就介绍第一节关系行销。关系行销这个概念呢是由 Barry 在1983年所提出的这样的概念。它指的是呢我们要针对不同的顾客来提供不同的产品组合。着眼于呢是与顾客建立长远和稳固的关系，强调在现有的顾客下维持跟强化顾客关系，来获得消费者的终身价值。那关系行销是1990年代兴起的这种行销的议题，强调呢是在传统的交易行销之外，服务企业呢还必须要注重与顾客长期关系的建立。那经由互动还有个人化而且具有附加价值的长期接触，建立跟维护个别顾客的一种关系，并且呢持续强化这种互惠的一种关系的一种整合性的努力，借着这样的方式呢来发展品牌跟企业的忠诚度。那关系行销注重顾客知觉价值和满意度，它强调是用多元还有个别化的方式来沟通还有打动消费者的心，那跟个别的顾客呢发展长期互惠的一种联络网络，以拉近服务企业跟顾客之间的距离，并持续维护和提升消费这个消费者跟我们顾客之间双方的关系。在关系行销的重要性上面呢，那因为在激烈竞争的这种市场环境中，对于既有顾客发展跟维系关系，建立
良好的关系品质是企业获利和留住顾客的重要影响因素。那关系行销的目的呢，是在与顾客建立长期信赖啊，还有相互利益的一种关系。那建立良好的关系啊，这个顾客的关系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顾客满意度啊，还有像这个忠诚度啦、再购意愿啦啊，还有像一些推荐跟良好的口碑啊，就进而能够提高我们企业的获利能力。那过去有许多研究发现。企业呢，他如果去吸引一位新的客人啊，他所必须要花费的成本是维系一位旧有顾客啊，这个成本呢高达5倍之多。而从一位顾客的长期交易的产值来看，顾客他随着长期的关系的发展，消费的金额呢也会随之增加，就如同这个。邓老师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累积里程的概念哈，那旧的顾客呢，他也会用口碑推荐给他的一些好的亲朋好友前来消费哈。那另外呢，企业的服务效率呢越来越好啊，那这种无谓的成本的浪费呢也可能越来越少啊，也因为呢服务品质优异啊，还有呢可信赖度高啊，消费者呢对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敏感度呢。也会降低，因此近年来呢，关系行销的议题啊，它其实是持续受到学界跟实务界的重视。那在关系行销的方式呢，那我们必须要先说明，就是传统交易的行销跟关系行销它的一个差异性在哪里？请各位同学可以参阅课本里面呢，在表11-1，那么里面的内容。那传统的交易行销呢，它是买卖双方之间这个交换对等价值的一种事物。但是呢它这个即使经过了多次的交易双方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建立一种长期信任的关系。因此在交易行销方面呢，采取的是短期导向，它重视完成交易。那透过销售人员的推荐啊，还有广告的宣传啊，希望吸引这个新的顾客。而完成交易之后呢，如果要采行的这个售后的服务啊，那企业呢也会视为这个额外的成本。但是在关系行销方面呢，它买卖双方双赢啊是为目标，那寻求建立长期信任啊，还有信赖的关系。而不是在追求短期或者是一次性的一种交易的成功，也是将售后服务为那视为一种关系的一种重要的一种投资。在常见的关系行销方式呢，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请邓老师为我们同学呢来做介绍。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关系行销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那第一个是资料库行销。资料库行销是由交易行销基础来衍生的，那它的方式呢是把客户的一个销售资料全部记录在资料库里面，并且呢根据资料库里面的资料呢来做一些分析。那这种方式呢往往要依赖所谓的资料探勘的技术，那确认目标顾客之后呢，迅速准确的呢来了解顾客的一个需求跟特征，那传达产品的服务呢，还有所谓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讯息，像是饭店，他们就会建立顾客的一个资料库，那他们就会在所谓的特定的节日，会寄送一些讯息给顾客。那在所谓的有效的一个进行市场跟行销活动里面，来维系顾客，还有提高所谓的销售额。那资料库行销它的一个主旨呢，是在建立互信共赢的客户的关联。而资料库的资料呢，必须是动态的，而且是可以扩充、随时可以更新的。那涵盖现在的一个客户跟所谓的潜在的客户。那资料库行销呢，比较倚重所谓电脑的大量储存和快速的搜寻功能，借此呢，能够区别跟建立所谓现有和未来潜在顾客的一个资料。如果建立资料库以后呢，可以根据顾客的一个偏好和特质，传送不同的讯息。另外呢，也可以追踪所谓的交易资料，观察每位顾客呢他获得的成本，还有呢他的一个购买行为的分类以及搜寻的功能。它可以让企业呢可以追溯到每个顾客的每一笔交易的明细，
再把所谓的行销的资讯呢和顾客个人资料结合。像是义大世界，他为了强化顾客关系管理，在行销策略上呢导入了所谓大数据分析，针对会员做分众分群的行销，建立 VIP 会员的一个轮廓，而且根据分析结果呢举办所谓的 VIP 感恩回馈活动。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把业绩呢显著的一个什么拉高，提升 VIP 会员的满意度还有忠诚度。那第二种方式叫做互动行销。关系行销的一个第二步骤，即是要进入企业服务人员跟顾客面对面的一个接触，互动良好才会有助于关系的建立。那互动行销是一种存在于顾客与服务企业员工之间的关系，两者互动关系的良好，它是取决于员工所提供的一个技术水准跟服务的态度，主要是透过第一线的服务人员基于顾客的观点出发，将企业服务提供来给顾客的一个互动行为，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一个感受。而互动行销的重点不在于交易成本，主要是在于态度、效率以及各种看法、意见的交换。所以像是这样的一个互动行销里面，就很着重顾客跟服务人员之间的一个接触。那第三种叫做网络行销。网络行销是企业整体行销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立在网际网络的基础之上，利用数字化的一个讯息还有网络媒体的交互性，来辅助行销目标实现的一种市场行销方式。这里所说的网络呢，不仅仅是指国际的一个网际网络，还包括了电视网络、增值网络、电话网络。采用网络行销呢，初期是为企业之间的一个行销，在社群组织普及化之后呢，我们在运用网络可交换更多及更快的资讯上，有助于彼此关系的建立。例如现在年轻人还有大众们都会使用的 LINE 的官方的账号呢，成为许多企业的行销选项之一。像是全家便利商店，它就会透过 LINE 来传送他们的一些定期提供的特殊的专属优惠，每一周呢会发送三折优惠的图文，让消费者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观看 LINE 的一个习惯，来提高开启率，也为企业带来平均每个月呢增加5位数好友的一个成长量。那像 IKEA， 它也会借由会员资料的整合，透过它的官方的一个账号来发送会员的专属优惠。另一方面呢，也会推播不同类型的一个分众资讯，像是新做的居家建议的一个摆设等等。是的，谢谢邓老师为各位同学的说明。那接着我们介绍第二节顾客关系价值。那顾客关系价值呢这个概念呢，好，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去介绍呢三个概念啊，包括顾客留存、顾客终身价值以及顾客金字塔这三个概念。首先，那什么是顾客留存呢？它指的是我们将服务企业的行销的努力呢希望集中在现有的顾客基础上，企图满足现有的顾客，来发展呢跟顾客和服务企业之间长期的关系，那达到这个服务企业的成长的目标。那因此，那顾客的留存，它是针对现有的顾客来做经营哈，它目的呢是在留住有价值的老客人，好，利用优秀啊、贴心，甚至是这个客制化的一种产品跟服务来提升顾客的满意度，获得这个我们顾客一辈子的一种净值啊。那过去研究呢也发现顾客留存它对于服务企业的价值呢有很大的一种影响。顾客关系的价值的计算呢，它可以有效的预估每当留存一位顾客所带给服务企业的价值，也就是服务企业它留住现有的顾客的价值，那可以由顾客的终身价值来计算而得。那影响呢顾客这个关系价值呢计算的因素呢它主要包括我们在评估一个顾客的一个存续的期间的长短，还有呢就是顾客在其有效的存续期间所产生的收益，
还有呢，就是其他额外啊增加的一种产品或者是服务的销售啊产值，以及包括这个顾客也可能会把我们的好店家的啊这个服务呢推荐给其他顾客啊，这个数量呢哦也其实有时候也是蛮惊人的哈。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各位同学介绍顾客终身价值的概念啊，我们简称 LTV 哈，它指的是呢。每一位顾客在过去以及未来可能为我们服务企业带来收益的总和，那顾客关系的价值呢，不仅仅局限于一次性的这种购买的金额跟数量。那当顾客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购买的时候，他的这个累积的这种终身的价值呢，就会凸显出来。因此顾客的终身价值等于顾客过去已经完成购买所产生的价值，还可以加上他未来可能进行购买所产生的价值。所以这个顾客终身价值的计算呢，它可以是这个平均每一次的销售金额乘上顾客重复购买的平均次数。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参阅我们课本里面的这个公式，可以去计算的出来。那除了顾客的终身价值之外呢，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顾客终身利润，我们简称 LPT。它指的是呢，是说服务企业呢预期能从每一位顾客所收到的平均的利润，这是利润的概念，所以因此呢，终身利润呢，它就是我们平均每一次顾客上门消费所产生的利益，那再乘上顾客重复购买的这个平均的次数，所以这个公式呢，跟以上的概念是一个利润的概念了哈。那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价值，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就是算成是我们顾客所产生的一种收入，如果我们再减去成本呢，那这个就是形成顾客的终身的利润，所以我们也可以还可以算得出来，是说，服务业者呢，他每就是他的顾客的取得成本是多少钱，那顾客的取得成本呢，也就是为了获得一个新的顾客所需要花在行销啊，或者是其他活动这个活动上面的一种货币的金额，一旦计算出顾客取得的成本之后呢，服务企业就可以用来跟顾客的终身利润来做比较，如果呢这个服务企业在获取一个新的客人的花费上是少于顾客终身利润的折现值，也就是这个未来这个顾客可不可能会产生一些利润嘛，所以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之下呢，那服务企业呢就可以获利，相反的呢，如果顾客取得的成本过高，那当然就代表服务企业呢它会面临到亏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各位同学介绍顾客金字塔的概念，顾客终身这个价值的观念呢，它说明了是说不同类型的顾客其实对于我们服务企业的价值可能差异极大，那对于企业的获利性方面也有所不同。因此呢，服务企业的顾客虽然可能很多，但是根据其顾客关系价值应该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种类类型，而理解呢不同类别的顾客的需求，那为不同类别的顾客提供不同的一种服务，就可以明显的提高我们企业的经营的收益。那如果我们根据所谓的80-20法则，也就是企业的80%的这个销售的金额跟利润，它可能是来自于这个20%的顾客，也就是说其实少数的顾客其实它创造了我们服务企业大部分的利润，也就是说那我们在进行顾客关系管理之前，我们就必须这个企业的内部呢可以将我们的顾客呢来进行初步的分类，所以过去的学者就提出了所谓的顾客金字塔的模型，他认为服务企业应该根据顾客获利的能力的差异来寻找
还有服务，甚至创造能够这个为我们企业呢获利的顾客，啊，以便我们企业可以把资源做有效的配置，啊，我们都知道钱要花在刀口上，啊，那资源也是要充分的啊运用到最有效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细分出顾客的啊这个层级啊，包括了四种的层级，啊，那这种方式呢，哈，可以跟我们过去的这个根据顾客使用的次数啦，来细分这个市场呢，会更加好。因此，在追踪与分析每一位顾客的成本跟收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些顾客他对于我们企业的财务价值，啊，接着呢，界定出啊获利的能力的不同的顾客层级之后，那服务企业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啊顾客的层级来提供不同的服务的内容，啊，因此我们将顾客对我们企业的一种获利能力逐一的来排列，啊，获利能力最强的顾客呢，啊，他就是我们在啊这个顾客金字塔模型的这个顶端，那获利能力呢最差的顾客呢，他是位在我们顾客金字塔模型的最底部，啊，各位同学可以参阅我们课本图11-1，啊，详细有说明呢这四种顾客的一种类型，那我们请邓老师为我们各位同学介绍啊，详细说明这四种的顾客的类型的差异是什么呢？是，那这四个层级里面呢，首先第一个是白金层级，它指的是在服务企业中哦，它是获利能力最强的顾客，也是典型的重样顾客，他们是服务商品的重度使用者，对于该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敏感度它是比较低的，因为他愿意花钱去购买，而且他也愿意尝试新的产品，对于服务企业来讲，它也比较有较高的一个顾客忠诚度。那第二个层级是黄金层级，黄金层级呢不如白金层级的顾客获利性高，因为他们多多少少会要求也要有一点折扣，那也没有那么高的顾客的忠诚度，他们虽然也是产品的重度使用者，但是为了降低自身的风险，往往会一次跟很多家企业往来，因此呢他的顾客忠诚度呢是比白金的层级低。那第三个层级是钢铁层级，钢铁层级呢主要是服务企业基本的而且是必要的顾客，由于顾客数量很多，然后也可以维持一定的一个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量，那它能够消化服务企业的一个产能，但是这个层级的顾客的消费水平呢，还有获利性呢，还有忠诚度啊，就没有大到值得企业呢特别要去对待它。那第四种层级呢，就是最低层的一个层级，是千块层级，这些顾客呢不能给企业带来获利，反而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若以这些顾客的一个消费跟获利性来看，他们的要求很多，超过了他们的消费支出水平和获利能力对应的要求。那某一些顾客呢，还会是问题的顾客，他们会对其他人抱怨服务企业，并且抢占或消耗企业有限的一个资源。谢谢邓老师为各位同学详细的说明。接着我们介绍第三节顾客关系连结，那在顾客关系管理的措施上，那如何有效的来建立啊、维持或者是强化啊、长期的顾客关系呢？那部分的学者呢就指出啊、其实是可以透过顾客跟服务企业呢更高层次的啊、这种连结关系，那借由啊、这种方式来提高顾客对服务企业的忠诚度。那服务管理者呢，他可以循序渐进的啊来用不同的这种顾客关系管理的这种连结的层次哈，来跟我们顾客呢啊产生这种顾客留存的这种方式。那我们请邓老师为我们同学呢详细来说明这四种的连结方式。是，那第一种连结呢是奖赏连结，那服务企业呢给予顾客所谓额外的有形产品和无形的服务，奖赏他长期以来的往来的关系。是的，那这是许多服务企业呢常常采用的方法，像是 7-11 啊、全家便利商店啊，或者是全联福利中心啊，他们经常会举办所谓积点印花的活动，然后有或者是换购商品啊，或者是折价购买商品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消费者呢只要能够花费若干的金额就可以得到一点印花，业者呢会有印制妥当的积点卡来提供顾客积点
来张贴。那第二种连结是社会连结，服务人员与顾客双方呢所存在的一种人际关系，像是服务人员记住顾客的姓名，还有过去的消费习惯，让顾客觉得亲切和重要。那我们将服务人员和顾客的关系个人化，使顾客呢产生有力和深刻的印象。另外，服务人员透过人性化的一个招呼和关心，也是建立所谓社会连结的触媒，有助于顾客关系的强化。第三种是客制化的连结，这个客制化连结的精神在于将每位顾客都视为单一个体，提供个别化的一个服务内容，针对不同消费族群的不同偏好与需求，量身定做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以提供各种不同的消费族群客制化的服务。例如美孚干式熟成牛排馆，它推出的客制化的干式熟成服务，顾客可以指定牛排熟成的天数，从30天、55天、75天、100天，甚至128天。它也可以指定部位，像是丁骨、肋眼、纽约客或者是带骨菲力，为自己打造专属的干式熟成牛排。那在提供客制化连结的过程当中，业者需要运用大量客制化的方法来满足顾客多样化的一个需求。那大量客制化不是只说提供顾客无穷尽的解决方案或选择，而是提供趋近于量身定做的产品或服务，来符合顾客的个别需求。例如像是国内的金控业者所提供的量身定做的一个金融服务，那像是 Levi's 他为顾客提供量身定做的牛仔裤等等。那第四种叫做结构化的连结，这是服务企业跟顾客双方透过分享资讯、服务流程或设备等等，创造出一个牢不可破的互联结构关系，以强化顾客的忠诚度。像是许多金融理财公司或网络旅行社，它会建立顾客完整的资料库，顾客可以查询个人的消费记录和完整的个人资料，然后下单订购产品的时候呢，可以不需要再填写个人基本资料，它就是一种结构性的一种连结。谢谢邓老师为各位同学详细的说明。那我们接着我们介绍第四节顾客关系利益。那顾客从建立这个长期的关系里面呢，他可以获得什么好处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关系利益。那包括的是双方共同的合作，相互得到对方的资讯和专业能力，而形成互补的一种利益。那顾客关系的利益呢，它假设这个关系的双方可以借由持续的长期关系中呢来获得。那而顾客是否愿意跟我们服务业者呢建立关系，就是要看顾客考量是否符合或满足他自身的利益。那对顾客而言这种利益呢，可能来自于核心的服务或者是关系本身。那后者呢，那是顾客关系的利益。那当顾客感受到这个建立关系可以获得利益的时候呢，他就会与服务业者呢保持关系。那一旦这个利益一消失这个关系就消失。那这个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学术上所提出的顾客的关系利益呢，大致上包括了所谓的信心利益、社会利益以及特殊对待利益这三种利益。那当然各位同学，我们在未来在操作所谓的顾客关系管理的时候，我们也要思考到底我们这个关系里面呢，能不能让我们的顾客呢从里面得到这三种利益，这个连结才会强烈。那以上呢就是本讲次的内容，那欢迎各位同学呢下回按时收看，再会，谢谢戴老师，谢谢。